咱拍过迄个八十七粒，咱前回吼是讲到这段迄个不服自下离婚，若说世事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该当惊疑，正常般必求将队伍带起。你是世尊重说纪言，字字不虚算，我法妙然殊，诸正常般者，闻必不敬信。咱前回这段是都讲完，那么今仔日咱对这个八十七哈，这个清说中行，你是下离佛重别佛言，世尊为愿说之，为愿说之。金处会中，如我顶地得千万亿，世世已经将佛受化。如处人定，必然敬信，中也安稳，多所饶益。这段哈，因为迄个个头前迄段是佛陀第三遍。叫这个下离佛唔通阁讲嘞，所以讲记记记安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伊讲佛陀去讲，我法妙然殊哈。这句话当然是去讲迄个头前去讲的这个究竟的法义。究竟法义就是去指迄个个佛陀已经。有佛的实力，成就佛有佛的实力，有事无所谓，有解脱，啊，甲诸三昧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头前就讲我法妙然殊，就一个讲迄个个，比如讲迄个八十一了，有讲安尼，迄个个佛弟子已经供养诸佛一切老以前的这个阿罗汉。伊嘛无法度通去知影。第二，满世间的人拢总亲像下离婚，嘛唔知讲佛陀所得的这个妙法生做安怎？那么亲像辟支佛这尼啊来根智慧的人，佮何里会当满十方界这尼啊一个共同来个殊意？到底佛陀生做安怎样？嘛唔知影。吼、哦，那么来第三就讲。初发心的菩萨，就是有行河沙的诸佛，吼、哦，而这个诸菩萨咯，吼、哦，共同来思量，嘛唔知到底佛地生做安怎，这个就是第八十二页的。那么第三就讲不退的诸菩萨，譬如讲迄个地上菩萨，吼、哦，伊的数目亲像行河沙遮济，因大家共同一心来个想讲佛法生做安怎。嘛唔知影安尼，吼、哦，这个就是头前这段我法妙然殊，啊，搁再讲正常班的人，吼、哦，听了必定无要敬信安尼，吼、哦，那么这个唔卡搁讲，这个下离佛一个重心搁在清得掉，已经嘛得个讲出你的心来话，下离佛也要读，要研究起来这段，伊讲世尊微观说之。请佛陀你甲阮说明，吼、哦，微观说一，就讲这两句话，就是重新的要求。吼、哦，到底佛陀你安怎成就佛十力、十八不强法、事无所谓，那么是安怎成的？是安怎样？连迄个个摩诃萨这尼啊济，都未当彻底了讲，到底佛尊你的水准是先怎的？请你甲阮讲一下呢？那是以我知影，今仔日这个法会中吼，含我烧香、含我当顶的这个 BQ， 迄个 B 就是相比，吼，啊个含我有我当顶的这个 BQ， 吼，因为伊有百千万亿劫，世世已经受过佛陀的教化，即个是讲安尼，受过佛陀教。百千万亿劫，万亿劫中受过佛陀世世教化，这个人必定会敬信。
你今日要讲这无上微妙法，这些人一定会敬信，会尊敬佛陀你，会相信佛陀你讲的话安尼。吼、哦，因已经中也安稳，多数就一个。那么这个中也什么意思？咱拿来了解一下吼、哦。中也安稳，啊个无安稳，凡夫中也无安稳。吼、哦，那么伊个讲这些人拢当中也安稳。那么，现在咱来看这个，先看这段解说哈。下里佛以宿命之地，这句宿命的过去世，过去世所恶来的智慧，过去世所恶，因为有另外一本经典有讲安尼哈。下里佛是东方唔在对一个国土的佛尊。但是呢，伊今日就为着要帮助释迦牟尼佛，伊家己自降，自降什么？自降罗汉体安尼，罗汉身。所以算起来，舍利弗已经达到无上正定正觉，甲分化来咱这个国土，帮助咱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所以以前来讲，伊应该是具足一切地啊，应该是具足一切种地。合解是安尼，所以舍利弗要来伊妈妈身躯投胎的中间，伊这个妈妈忽然间迄十个月中间智慧特别强烈安尼。哦，那么这个是个说明安尼。所以今仔日舍利弗在咱这个佛陀的这个十大弟子中，伊是智慧第一。哦，所以伊唔是讲无定无地，就有这个智慧，应该是由宿舍无量劫所修来。安怎样吼？所以伊讲伫多数会中吼，多数会中间伊讲讲救亡三世一切佛的教化。但是以前来这个讲唔是干呐，舍利弗本身是有三世一切佛的教化，其实伊有计讲安尼，如我顶比，就是讲含我相顶相比，而这个伫法会中的在百千万亿，好，而在众生。经过八千万的劫，世世拢总受过佛的教化。伊唔是去讲伊尔，就是去讲会中所有的人，好拢受过佛的教化。所以，伊在人必定会当敬信佛德，今日所讲的话安尼。好，但是佛不可以消所的人，内总是无唔得有一寡消所的人。是无解正确，也无解迄个智慧，也可能无解相信。哦，但是呢，绝对唔通讲因为少数的人就讲我，叫我停止卖去讲。或者是你佛陀本身，绝对袂使因为少数的人，你就无要讲安尼。吼、哦，这个意思，这个说明安尼。那么中也是什么？因为以前来得去讲中也安稳。中也，这句中也意思是讲反复流转生死。即马计讲是咱啦哈，咱大家拢反复哈，包括我在内哦哈，包括我在内，吼、哦，处无无明昏暗之间。什么无明呢？就是颠倒执着，吼、哦，贪重五欲，啊，颠倒执着迄款人。所以现在这个讲颠倒，颠倒执着之见哈，这个分两种，这个世界了哈，颠倒执着，啊人皆为真，吼、哦，所以今仔日啊明悟，这个悟和这个悟差不多啦，是安怎呢？这个悟就讲青意思，悟味嘛哈。哦好、哦，这个我是请，但照讲含这个我讲意思，因为
众生分别贪着世间，执着世间，所以这种人就是迷而不觉，就是亲像昏睡中无醒哦。长期间，长期间，咱一世一世，一劫一劫，安尼直直来，拢永久无醒哦。吼、哦，这个叫做中夜，安、啊、怎？长期间处在这个暗时啊，昏睡的这个环境里，虽然是日时，不过有哪无醒。安尼了解吧，咱差不多拢总安尼啦哈，拢总安尼。那么第二唯识论第七，他讲安尼，未得真觉，行处梦中，阿未得到真正的觉悟，哈，阿未得到真正的觉悟，但是永远只行的永久恒久，拢总伫睡梦中，凡夫的众生差不多安尼啦，差不多安尼，哈。所以佛陀甲成就中也安尼，佛陀他讲凡夫应处中也，长期间拢伫中也哩，拢伫暗时啊，长期间拢伫暗时啊。所以你说呗，哦，这个问题是真大问题哈，爱注意哦。等下还阁注意一下哈，我话阁讲着哈。所以这个中也就是如生死烦恼之昏暗，哈、哦。智慧以妙法，智慧之光是照应。这句吼，含这个句讲意思，吼、哦，含这里、个、也叫做希望。希望佛尊，你用的妙法，智慧的光照应万安的。吼、哦，希望你佛陀放光教阮加庇。所以我这么讲解是，你若真真正正有要入法。可能佛尊比较暗中的放光，啊，你若今仔日无敬信，可能就无放光，因为家己放光也无路用。好、哦，啊，你若有我有心要学，佛陀应该敢那放光。好、哦，这是事实的代志哈。好、哦，这段是大概安尼讲哈。伊讲在人世时已经重复受化，已经受过佛的化度，所以在人一定会敬信。哈、哦，中也安论就讲，伫长期间。伊虽然在生死苦海中，不过依然稳定，未受到生死，会在五尘啊、五欲来受过威胁，这个叫做中也安论。多数教育就讲会当哈，请佛陀哈，佛陀以妙法智慧之光，教一观大家安尼。好，搁先过来哈。佛陀要教育，那得看对象哈，阿不要这段就空掉。那么这逆时下礼佛欲动动善出于二岁纪言、哦、无上量足尊愿说第一法，我为佛中主为谁分别说安尼哈？即马即个，迄个时阵下礼佛，要搁在定说明即个字，好、哦，爱甲讲一个纪言，讲无上量足尊。两足尊是啥？彼地相闻，达到福慧具足。诶，佛尊，哦，这个叫做两足尊。安怎吼？彼地相闻，达到福慧具足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安尼叫做两足尊。安听吼？但是请佛陀，吼、哦，讲第一法语。这个请佛陀说第一法，这个就是叫讲第一义体。第二题吼，就是结讲宇宙真理同一体性迄、那个，请佛陀甲阮说明这代志。你佛陀，你讲我就是大地主，中主讲我是大地主，请你吼安尼分别甲阮说明安尼。哈、哦，那么是非无量种，宁静信处法，佛以净世世教化如是等。该一心合掌，欲听受佛语安尼。那么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这个法会有无量种，会敬信诸法的人，哈、哦，能敬信妙法的在人，佛陀已经过了世界摄取啊，过了世界摄受啊。所以这个问题吼，咱原来知影一个一佛的无量地主，应该不是无上无地，就会当来永久性做伊的地主，
好、哦，就是讲佛陀开始伫这个三贤菩萨，三贤菩萨为这个十信位来对人，开始所度的众生，就慢慢加摄持啊，应该是安尼。摄持加啥货呢？摄持加伊将来成就佛陀，所以伊手下有真济阿摩诃萨，啊有真济菩萨，啊有真济罗汉多，有真济辟支佛陀，已经真济。所以真来在讲。过去过来世中间受佛教化的人在拢总是啊，吼以前是受佛教化，拢在人哦，就是会中在人，拢总一心合掌安尼，吼、哦、就是伫迄个会场中吼、哦，专心致意搁在合掌，安尼想讲要听佛的语言，佛的语言就是讲。佛所得的这个妙法是安怎得的？因为头前有讲就讲愿说第一法，所以注意，我今麦个大家讲的，咱今日学法，你第一你爱求得个人开悟，第二提空性，一定爱注意这点。这个是咱今仔日在这个初学的发心吼，你一定爱注重这个，一定爱注重这个哈。你得想我今仔日若无开悟。我无可能成佛嘛，所以开悟自性、见性成佛，这个是三宗内底的第一个目标。那么当你开悟，二性圣人也是开悟，不过你一定要彻底了解众生平等性、同一真体，好、哦，不是迄个空体尔，就是平等性体。安尼这点才是重点，你开发大悲心，度一切众生。哦，这个是个水平安尼哈。哦请佛陀教我讲这个问题，吼、哦，这个讲处为众生说，什么经典中较去讲安尼，我定千年定，急于求佛者，愿为处众果，为谁分别说？是定闻处法，即生大欢喜。那么这句我定一千两百吼，这个就是照金刚经海数字。这个我前回有讲过，应该是不止啦哈，不止。不过这个一千两百哈，这一千两百内底迄个金刚经的数字，就是恁个在看金刚经哈，迄、那个三个骑士阿错一挂来，迄种是非教的，吼、哦。阿、啊、加这个个五比 Q， 阿、啊、加这个什么人呢？这个个木建连，阿、啊、加这个夏礼佛，伊拢错一挂外地地主外来。啊，个三个四会教，而且个个徛上，拢总出来，安尼拢总算算的，都一千两百五十人。好、哦，所以先大概下，五定千里病，哈、哦，以及其他在求佛的人，要求成佛道的人，哈、哦，愿为处众故，请世尊，哈、哦，为着在大众，啊，为谁分别说？讲你会当分别教我开始，哈、哦，愿，哈、哦。我是正统，我大家，吼、哦、要问处分呢，我绝对会生大欢喜的心安呢。吼、哦，这当然是这个个迄、那个夏利佛所讲的寄言，你甲看拢五字五字安呢，吼、哦，拢五字五字。来哈、啊，那么下面伊讲一个开书实相客地观文。那么，因为头前这段佛陀要这个舍利弗请佛陀讲的，就是要开启实相哦。这个实相就是实体、空体、平等性体，这个叫做实相。啊，要通我启开较早迄个观教的门路安尼，唯有一性教，吼、哦、啊，其他方便说，迄、那个方便说就是观教。那么一性教就结讲是相理安尼，大乘道是相理，所以这个开始是上客比观文，就是开一性之实法。一性就是宇宙第一义体的意思哈，就是空体、平等性体，哈、哦，就是要客二性的观法安尼。那么，佮只初级的经文为正宗分中之正宗最关重要。的所在，那么下面中行阿加初级，伊即物内底，即个是伊特别
加出来，互咱读起来较会明辨。那么这个记，初记的记，就是分明记别。分明记别就讲不埋不忘之意，互咱记别不埋。那么不埋不忘这两句话哈，所以你有读过《金刚经》无？哈、哦。佛陀在那个过小的国去世回来了后，护着二者。那么这种的师父就是说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温和应住，温和含恶其心。这两句话真重要哈。哦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哦。这个我曾经有写过哈，发阿耨多罗，再加草头无哈？这个就是啥？无上正定正觉的心，要安怎有稳固？因为有的法法的拢在咪刷刷去，对吼？但是呢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受着妄想心的影响，所以呢，法无外久就掂去啊。所以即马就两项问：温和应住菩提心，温和降伏妄想心。迄、那个降伏妄想心，就是不埋。听无，就是参到迄两句哈，迄两句，你著看到哈。伊讲变安怎样来行方，好啊变安怎样不忘，不忘就是讲温和应住。好，即嘛即个就是啥呢？因为即、这个大乘，法华经是大乘，金刚经文啊大乘，所以讲一条理咯。既然有法，无上正定正觉的心要。要求处无上菩提，可是呢，有真侪人发心了后，吼、哦，那像这个经典中里头讲一下，讲加上大品经讲讲，虚数暗罗花，虚数就讲安怎讲鱼啊，一尾鱼啊吼，差不多有生出来卵，还是讲生出来鱼啊囝，总共有五十万尾，但是真真正正大会起来，差不多五百尾安尼。剩十分七，剩八分七尔。因为即个我前日看到迄、那个，盖成总书吼有两个，一个男将，一个女将去访问农村，啊去访问一个鲤鱼池，啊个鲤饲鲤鱼迄个主人甲讲的，吼、哦，讲五十万尾，一尾鱼仔生十头母五十万尾的卵囝，但是培养较大只，剩差不多四五百尾。会生长的哦，剩的拢互鸡，那么死的，就是许其他鱼仔食去安尼。那么暗落果，头啊，计开花开甲规树啊，拢种花，但是真真正正有成果无几粒。这个有成果无几粒，这个问题，个比如讲发大心修菩萨道的人，甲伊将来成分哦，真少安尼。大多数准掉伫二乘人，因为要行菩萨道的人真困难。要修二乘都是较快活，吼、哦！伊即马这是个说明安尼，但是即马这段话吼，金刚经讲，吼、哦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温和应住，温和含恶其心，迄、那个含恶应住就是不忘的意思，含恶其心就是不埋。因为咱人众生多数拢有妄想心，拢受到这个个世间的五尘五欲所迷惑而迷埋。所以内底较讲分明记别不埋不忘之意，但是这个记字呢，伊讲基础也是讲初级，
第一，记过去未来功德的过失等数，譬如讲咱注意，我即卖请大家这点吼，这点问题是讲，咱注意好好反省一下，安怎好好反省？你到底你一生还是一天？吼、哦？啊，是一月，啊，是一年，你家己算看卖。今年的中间，我到底我做的代志，得失，偌济是我衡量一下，唔通乌白做，做到家己不可收拾。我看恁应该注意，亲像当初净土以及三圣五心，吼、哦，为人无而不忠，吼、哦，有朋友交而不信，吼、哦，团不识，吼、哦。就讲老师所传的，我有实实在在去学习无？这个在净土的心境中，伊是不时去努力这个问题，所以净土较在孔夫子的弟子中成为一个圣人。所以我唔较希望诸位你永暗听等，你唔当准备去一等下去看、去听，安尼当然较会基础，安尼就对，较会基础。所以现在对较讲，地消显法中相见。就是伫今仔日咱大家啦哈，咱大家，因为咱大家还佫成文嘛吼，所以一定要注意这点代志哈。记过去未来功德甲过失等数安尼，啊你若唔对，当然爱反省，爱忏悔，啊那是对，看你这个善心会当延续个袂，唔通讲有时阵做，有时阵就无要做，安尼也唔对，因为今仔日注意。那是在佛法中的三宝，你要做是你的福，不做是你的缘。你若无要做，是袂当正常福。我甲你讲实在，因为你将来有那会断断续续，好、哦，所以慎重。但是要做安怎较对呢？你有那爱知影？因为咱今日已经去学大乘道啊，你到底要安怎做？当然是以六波罗蜜为主安尼。好、哦，恁记好，唔通去惊迄个。迄、那个无什么作用，迄、那个，安怎无什么作用？比如讲，水就发挥啦，啊，就安尼撞啦，啊，凉风潭就安尼撞啦，啊，别人遐去雕山，你就要去撞，还要创啥呢？安尼轻浮的心，撞来撞去，弄来弄去，将来我跟你讲，你死去了后，你嘛无一个点哦，你有那伫空中漂浮的修灵，你若听讲，耳风听到讲，南边水就发挥，你差不多有那个撞到正啊，迄条灵啊。啊！人去讲龙凤台，你若要做，因为你习惯在伫遐。人讲要吊山，人到去吊山，你差不多你伫轨道那个吊山啊。听好无？因为你轻浮，无一个定向，无一个支撑，所以你到尾你就无所得。安尼力不力夹，还是冤在底下撞来撞去，跳来跳去，唔知要准啥物会，安尼也唔知影。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定向。今日已经学大乘法，吼、哦，你爱注意哈，学大乘法。你今好好落实，好、哦，因为亲像舍利弗咯，伊原来是过去无量劫受佛教化，灵行佛法，灵行佛道安尼哦，安尼拜日啦，开当温故，请大家慎重一下哈。那么第二就是记心深发起，如佛闻三心唯有一心，处即五大乘法中分明记别。因为这个真心的法吼，注意我今麦甲大家讲。因为一定要多闻，多闻多看多写，请大家记得。因为我有跟您讲过哈，我当初二十多岁我就开始去抄经啊。你敢当我几本金刚经抄了了？唔是干那抄本文哦，连人的注解我都因为信哦，无迄个版本，啊，我刚借一本每家去抄安尼，几本经吼抄了了。心经啊，抄金刚经啊，抄迄注解本拢直直抄，兴几岁而抓做兵回来，做兵前十八九岁就开始去抄，做兵后去抄安尼。吼、哦，我嘛捌甲恁讲过啊，我阿未落实，即落个金刚经的进程，干那一本叫做《夜经》，我拢总看六章。吼、哦，我嘛有甲恁讲过啊。迄就是啥呢？要强记，要强记。安怎讲强记？因为今仔日若是我看无详细吼，安尼像走马观花看过了，啊，就甲放咧。我甲你讲，
安尼可能你将来一无所得。我嘛捌甲注意讲过，因为这个夜景内底有一个叫做河道，也有一个叫做洛书，吼、哦，两马背河道，啊，一只牛较背洛书，干来人注解前贤注解一篇洛书安尼。是安怎样？伫这个先天变作后天，河道变作洛书，干来一篇洛书的这个文无几页，差不多七八页尔。我较看都看无，到尾在看25遍还是24遍，较我看出来。硬看甲了啊，看出来。所以即马即句话是计讲，记心深法义。心深法义呢是啥物货？就讲佛陀计讲迄个三性唯有一性即个。三性归一性，三性是包括缘觉，啊甲即个个独觉、缘觉。啊，甲罗汉诶，即个叫声闻，以及大乘菩萨法，安尼叫做三性。但是三性也本意是归入一性，而且即落即本《妙法莲华经》完全是计讲一性法，因为头前已经加在凡夫，加加成就罗汉甲缘觉啊，当然因会当来得到诸多，但是已经诸多，即马来就是要加在诸佛。哦啊，佮只阿伯伊只有讲着，你教诸佛呢维修一乘法，吼、哦，但是即个大乘法中真分明的区别，所以你一定爱清楚。比如今仔日你知影四谛缘起是独善其身的声闻，但是即个六波罗蜜佮十波罗蜜，即、这个是兼度兼善天下度一切众生，即、这个大乘菩萨法，你一定爱。划分界限，但是划分界限，你一定要第一，你嘛爱本身有本事，通个个别解脱。因为你若是无德行，你要个别解脱无可能，所以你有爱注重个人的德行。但是你去注重个人的德行，你毋是已经去修大乘法了嘛？你一定要向众生教养、人天性，啊，甲严格克制安尼。因为这你拢一定要知道，比如讲你今仔日。一定要把众生教，因为众生这个根基参差不齐，这个大乘佛是安尼哦，参差不齐中间，你边段要改教，教伊卖落三恶道，所以伊修人天法，因为修人天法一定要教伊修五戒甲十善，伊就袂对了。当伊五戒十善，伊稳固伫善行中，你该改教，这是对他的这个善业报。那么你该教罗汉安怎样成就？那么这缘觉安怎样成就？比如讲，你一定要教四谛法、十二因缘法、37道品，这种爱教，这个就是在菩萨道必定爱安尼。所以今来得较讲着布施的法师嘛，哈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甲十波罗蜜，哈，这个都一定拢爱知影哈。这大乘法中，二乘甲大乘法中，你爱。爱划分界限，哈、哦，清清楚楚的，拢爱知影呢，清清楚楚能知影。无你从来不用算去教众生。啊，你若是如果本身无德行，你要用什么做人天的模范？所以讲一定爱精进啦，爱持戒啦，爱搁在身体力行，布施造作情安尼。哈、哦，啊，个人成就禅定的定力，智慧开发。他会当成就正常无上菩提，这个第一欢喜地，必定爱安尼做，恁爱注意这点，吼、哦。那么第三就是记动生分，就是本经的受记品，这是第二点哈。所以是诸地诸中，吼、哦，佛陀甲分别受记安尼，因为佛陀头前在地主拢甲伊解脱啦，即马来地真来得甲解脱，一定爱发大心行菩萨道。所以现在大家拢发心啊，所以佛陀特别甲因记别，你当将来当时成佛佛陀什么？你的国土偌济，你度偌济无量无数的众生，你的国土偌济安尼？这个叫做分别记，吼、哦，这个记别，吼、哦，伊受记，所以记初记者就是初决之记，吼、哦，就该温准该决定什么时阵成佛安尼？哦、所以进来这听就跟你讲，以三千起地不衰的，已经，迄、那个叫啥呢？
夏利弗大众生已经经过三遍的邀请佛陀讲迄个妙法啦，吼、哦，所以那迄个讲无讲，就是因缘未合，时间未到就对。这个内底有讲到安咯，佛陀要说吼，因地、因人、甲因事，这个还佫有三因形式可以当说啦。因缘啊，佛陀要说啦，一定爱三因形式。阿鹏个改成爱安尼，所在无同，讲无同法。譬如讲，迄个十善业道经哦，就是伫莲王遐讲个。讲莲王，你再注意做，拢总是伫人道间众生心种种，所以今仔日靠你再虚下水做遮济安尼。吼、哦，所以这本十善业道经伫遐讲。那么地藏王本愿经，就是伫天上讲，听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叫做因地。但时间未到，嘛未使。这段《法华经》吼，这段《法华经》有这两个成分。伊即马计算，因为有一挂人爱出去，吼、哦，所以时间未到。再人出去了后，时间到，伊才讲安尼。下面这段在记别安尼。吼、哦，因为在经正好听吼，对这阵人无益，所以佛陀就安尼前。请教这群人出去了后，就是叫五千位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拢总出去啊！伊才开始，所以因缘甲因事时间直直拖甲再人出去，伊才讲安尼。吼、哦，所以这本有这两个成分，吼、哦，恁家注意看就知影哈。但是介绍还佫有一段叫做因书啦，这段是因书来甲讲。这段感情有安尼看到，啊，无介详细安尼吼，所以这个中间吼，逆时世尊告下离婚，逆以温情三请起的不说，逆金得停善思良知，吼、哦，我当为逆分别解说。这个时阵，世尊搁再甲下离婚讲，你已经温情三请啊。你既然安尼这样自行来三遍请佛陀讲妙法，但是我哪会讲无讲？听吼、哦。那么你今仔注意听，好好思维啦，善思念着好好思维。咱知影吼，我当为你分别解说。吼、哦，那么今麦下面这段吼，恁注意看下。说处语时会中有比丘，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五千人等，吼、哦，即将遭起礼佛而退，所以假何处备最近深中，急定上万未得为得，未证为证，犹如初识，是以不出，吼、哦。世尊默然而不再知，逆时复告下离佛：我今初将无福机业，身为真实下离佛，如是正常万人退一家也。哦，逆今善听，当为逆说下离佛言，为人世尊愿咬欲问，去读作咬，哈、哦，去别使读作弄哈，咬是吼吼的意思，哈、哦。这么来哈，不得唔得？甲夏利夫讲，你已经温情三请嘛吼，我哪会当无讲？吼、哦，所以伊较讲善思念之啦吼，我当为你分别解说安尼。但是佛陀都讲即句话了啦吼，会中有比丘，有比丘尼。啊，有优婆塞，有优婆夷，拢共差不多大概五千人顶安尼，吼、哦，安尼阵对迄个位爬起来，像比如讲诸位啦吼，啊，都听听，啊，都感觉无啥欢喜啊，心内底起焦去啊，
听无？啊，就避开，啊，就甲佛陀拜一下，啊，准离开安尼。听吼，所以看恁下辈啦吼，因为这本经典无遐简单学啦，听无？啊，恁若断断续续哪辈人哪唔来，我甲你讲也差不多这类个啦。听吼，伊讲，所以伊讲，所以食好呢，佛陀就甲讲，这人，这人罪根真深重。哈、哦，啊，到正常班啦。正常班就讲，事实伊无得到啥物哦，啊，就转意见啦，听好无？会中这人有哪有人安尼，一两个啊，两三个啊，三四个啊，四五个啊安尼，反正吼，无济啦，剩下差不多7%啦，我知影啦。啊，未得未得，未证未证啦。感觉伊也无得到啥，啊，感觉伊就真高啊，读真济啊，安尼，啊，就转伊个看法啦。安怎，这个情形是差不多安尼，伊个看法。我的看法改成安怎哦，啊，就转伊个看法，伊个想法安尼。好、哦，真来听。所以有如有有这款的过失哦，是伊不足啦。所以伊今仔日我要开始讲，伊未调咧安尼。不足就讲无未调咧啦，无倾听。但是世尊点点啦，唔制止伊啦，无要插伊就对啦，啊都无法度咧，免哪插。伊都无迄个善根啊，因为伊都罪根深重啊。你刚才互离开较灭吼，伊讲迄个时阵佛陀甲舍利弗讲，因为今仔日已经离开了，迄五乘的离开了，伊甲讲五金初将无福机啊。无福机啊，想讲啥？这个机啊吼，含树根甲根无同哈。因为这个树根甲树根吼，这个就是比较比较稳固。啊，那树枝会长会烂，啊，树叶会烂，所以现在就讲，内底也无枝也无叶啊，拢总是根基真深的人。所以现在就讲顺有真心，吼、哦。就是孙权拢总是在根本法义的这个大成者呢，安、啊、看有无？有哈、哦？还要下落叶落叶，安怎落叶呢？你家看树叶冬天就落叶，你话霜冻就落叶，迄等于啥？有可能一点啊叶部现前就落了了啊，迄叫做落味啊，哈、哦！还落味啊，拢落了了啊，听吼、哦？啊，迄、那个树枝。有时阵会翕，会安尼，家己会阵打去，迄水分吸无够，啊，就家己打去。迄、那个叫做树枝，啊，树翕冬天总落，了啊，枯烂啊，就落了了嗨。吼、哦，伊讲在呢，身为真心，下离婚如是正常般的人，退嘛好啦，因要退开有哪好，所以叫做退一家呀。上好提啦哈，安、啊、听好无？恁若无要敬神，有哪上好提安尼？安、啊、了解无？我讲即句已经背哦，恁若无要敬神，对师父阿个无信心，退也改啊！哦，阿卖在地制造问题安尼，听好无？唔通一个人害众人，因为讲一个确信吼，无害众生吼，迄、那个福报积欠。有时阵，这个耳康轻，听到一两个安尼讲到一个奇奇怪怪话，可能会心浮，啊，你会讲断慧命。所以现在在亲像这些人吼，当下听听听会诽谤，所以干脆退一家也安尼。吼、哦，逆境善听，当为逆说。今麦来，恁大家注意听，舍利弗言：为人世尊，愿往若问。吼、哦，那么这句啥呢？因为这些人吼，好行孝道，不信大愿，这群人退这些人，这些人啦吼，
安尼。我咧讲个真个人，有哪多数拢安尼？爱留这个，爱迄个个，佛陀种个团体，迄个留这迄种，较留这迄种人爱迄，迄叫做好营销的。啊，爱听名声。比如讲，所以你今仔日来才去读，感觉无味，但是有实力啦。我讲听好无？真正有实力。但是有种人啊，伊都无爱安尼咧，枯燥着，啊，着听经，着写，着抄，着迄落，啊，正着爱向我哦。人遐个办园游会，我着来参加；遐个创啥，我着来参加；遐个创啥，我着来参加。自己走来走去，迄个叫做好行孝道。啊，若善法要做，啊，若叫来入大乘不强法，而即个大法伊无爱，迄个叫做不信大法。啊，我看咱诸位应该毋是安尼人。好，哦，啊，恁若是讲做，我恁讲者吼，恁若要讲啊，人家遐个创啥，你着要走；遐个创啥，你着要走。啊，你讲你根基吼无解好，因为咱今仔有一个啥呢？有一个大愿的法义上，通过来稳固咱的心。当然，你爱深，直直恶，直直深，直直湿，直直深，将来你唔卡会当说服大众生。因为咱准备将来要继承。继承迄个个，咱父母世尊的家业，咱大家拢爱安尼，啊，所以咱来遵照这代志，好好研究就好，哈。所以这阵 BQ 好行销，这阵啥呢？迄，那个 BQ 呢，好行销的，就是听着讲家己会当解脱就好啊，伊无管这个今麦要讲大话，伊就无接受，哈。即个 BQ 是安尼哈，恁注意一点哈。哦，这个是安尼哈。那么第二，哦，因为佛陀为什么讲安尼来讲，净上万人退一家呢？这句话哈，哦，我甲探两句哈，所以你若是愿意接受，咱长期间努力到我有一天带这坐着往生，安听好无？啊，往生卖甲我救，我都有讲过啊哈。啊，是离八关斋戒救度，这人卖互对了。吼，哦，因为心内底吼，三切一切佛道众生基本界八关斋戒。我若有一天离八关斋戒，安尼准伫个团界中往生，啊，是说八条界啦、功德啦、五界。吼，哦，会当多，恁要接受，恁来。大乘法中，恁要接受，恁来安尼。恁也无爱算啦，听无？因为因缘嘛，佛陀愿人啊，吼，哦，所以可多者即多，不可多者算啦。即马已经确定安尼，因为直接努力六当啊，吼，哦。这是熟悉的代志，我已经含恁斗阵六年啊。哦，你若较讲今仔日伫迄个圣母之道讲讲到圣万经，直直讲讲到今仔日，佮讲法华经，其中佮讲啥有无？圣母之道了，就讲两三年嘛吼。啊，即嘛即个圣万经也讲讲年个话，啊，即嘛来讲大乘妙法莲华经，这是诸佛的秘密宗。到处今仔讲到安尼，恁哪个要奇奇怪怪，恁要离开，绝对无留恁。我甲恁讲，你着听有。吼，哦，这点注意啊！可多者即多，因为佛道有缘人。今仔我唔是无真心，啊，恁家无要接受我就算啦。所以不可多者算啦，恁无要接受算啦。啊，恁若有想着要来，再过来，我嘛无甲你拒绝。啊，来唔通结奇奇怪怪，绝对卖个奇怪，因为这团体要接起来吼，真困难。有阵一半下啊，恁若讲讲两句啊伤害话。啊，这轻浮无根的人啊，就是讲属于基业的人，听一听就搁走去啊。所以恁是会断人的慧命。哦，这个是可以看到讲，正常万人退一家。哦，安怎样吼？退一家，但是这个下面
以前来对吼，盖处事恶人退性，对讲在心地无好的人啦吼，伊自然退，因为伊无够迄个格，无够迄个根，通个来接受诸佛秘密中的这本法华法义，法华经法义。所以现在来讲，最近签当的报章，吼、哦，那么正常班就是业章，啊，基业就讲只得本来未深，伊的道德建立也未好。哈、哦，啊，叫做信根未固的正常万人，因为日头前去讲未得为得，未成为成咧，事实是无物件，爱感觉已经落实啦。哈、哦，伊未开悟，讲伊开悟啦，伊未证得，讲伊证得，这种人是上悲哀哈，这爱注意哦。所以进来底我等一下写，什么叫做报奖，什么叫做业奖安尼？哈，今嘛休息十分钟，哈、哦。他个讲安尼哈，弥勒尊好哈。